款的这首歌曲是由加拿大音乐人郭敬雄创作，米米演唱的歌曲《徐州八孩妈妈之歌不要我了》。今天的节目就与此有关。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有两位女性被网友们说是媒体的焦点，也是中国政府的痛点，一个就是谷爱凌，另一个就是徐州八孩的妈妈，也被媒体叫做徐八子或铁链女的杨某霞。昨天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的专栏作家袁立发表了题为他们两个谁是真实的中国的专栏文章，将这两个热门的话题纠合在一起，在推特上引发了一个超级热点。让我们先从袁立的推文看起。他的推文写道，政府控制的算法美化了谷爱凌，它符合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叙事，同时限流了有关这个被锁链拴着的女人的话题，她悲惨的经历与中国宏大的叙事背道而驰。不管她是否想要，谷爱凌已经成为北京强有力的宣传工具。那么以下就是袁立的提要。北京冬奥会期间，两位女性占据了中国社交媒体的焦点，其中一位是18岁的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她在加州长大，为中国赢得一枚金牌。另一位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有人发现她脖子上拴着铁链，被锁在一间没有门的棚屋墙上。不管是否愿意，谷爱凌已经成为北京强有力的宣传工具，用来展示中国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以及效忠中国的好处。它代表着北京希望世界欣赏的成功的中国。被锁住的女人代表着仍有数亿人居住的贫穷落后的中国，他们有时会出现在国家媒体上，展示这个国家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的成功，直到他们的苦难成为不合时宜的真相。谷爱凌的成功和普通人有什么关系？这一篇随后造审查的热门文章的标题，一个文明社会不是看强者多强，而是看弱者多弱。所以一万个冠军也洗刷不了一个女奴的耻辱，何况是成千上万的女奴。文章写道，中国政府不喜欢这场辩论的走向，这两位女性被相提并论，凸显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一在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令人不安的贫困以及对女性权利的广泛侵犯。上周谷爱凌获得金牌后，这两位女性的命运在网上发生了交汇。谷爱凌在旧金山的一个高档社区长大，为路易威登和提芙尼等几家著名的品牌代言，她一度占据了微博上20个最热门话题中的10个。关于小花呗的话题标签却不见踪影，尽管很多人仍然在谈论她。一边是冬奥冠军不能非议，一边是徐州铁链遭遇晋升，一边是前程似锦，一边是走投无路，一边是火热，一边是水深，这就是中国。作家慕容雪村在推特上写道，东亚记者威廉杨为这篇文章发了一个系列推文，他的推文写道，袁立写道，这两个女人的处境截然不同，一个被鲜花包围，一个被晋升，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现实。对中国政府来说，每个人都是服务于某个政治目的的工具，直到这个工具不再有用。我们能在为谷爱凌加油的同时记住这些苦难的女性吗？文章的一个小标题问道。这场辩论中蕴含着中国中产阶层深深的失望，他们通常愿意认同政府的叙述，但被锁的女人一案中反复出现的谎言、缺乏行动以及随后的审查令他们感到愤怒。他们觉得政府把太多资源投入到一个享有特权的社会成员身上，却忽略了一个急需要帮助的成员。他们担心后者的不幸会发生在他们或者他们女儿的身上。谷爱凌和他的支持者可能会说，把他的成功与被锁住的女人的悲剧相提并论的是不公平的，他们有道理。但他们应该归咎于中国政府，因为政府一直在大肆吹捧和保护这位奥运选手，却似乎忽视了小花美的困境。官方媒体的关注也来自些意想不到的角落，由中国强大的宏观经济规划机构下属的一个网站创建的 hashtag 谷爱凌回怼美媒获得了 8.5 亿次浏览。由于谷爱凌避开了敏感问题，她被誉为其他华裔运动员学习的榜样，他还被引为中国治理模式优于美国的证据。
那么网友们看到之后有哪些想法呢？有这位网友分享他的观点，像任何国家一样，中国可能是一个最极端的烂摊子。我敢打赌，在中国参赛并被中国媒体誉为公主的美国土生土长的谷爱凌将在冬奥会上回到美国生活。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 Nikki Haley 接受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的采访时说，必须选边站。黑利抨击美国出生的滑雪运动员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奥运会。他们的报道写道，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 Nikki Haley 说，当谈到奥运运动员选择代表某些国家参赛时，没有中间路线，你要么代表自由，要么代表侵犯人权。就公民身份而言，你看是中国还是美国，你必须选择一方，就是这样。黑利告诉媒体，你必须选择站在哪一边，因为你要么是美国人，要么是中国人，而他们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每个运动员都需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升起，你是代表自由，还是你在代表侵犯人权，没有中间模糊地带。那么推特的网友看到 Nikki Haley 的这些话之后有哪些想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有这位网友分享他的观点，我同意谷爱凌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想激励下一代中国年轻女性，并在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如果他想代表中国很好，在他们的规定下住在那里，然后放弃你的美国护照。还有这位网友的看法，不要试图把这一点强加给年轻运动员，为让他们为国家而战，这是不合适的。特别是当你自己在人权问题上有着参差不齐的过去的时候，让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而不是努力让它变得更好，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还有这位网友的观点，而刚刚为美国赢得金牌的加拿大人呢？想让他回加拿大吗？有什么要评论的吗？这种事儿发生的比你想承认的要多。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先问问我们美国热搜 Daily Up 的观众，你们看到网友们的评论之后，你自己有哪些想法和观点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美联社 AP 的推文。他们的推文写道，在北京举行的 Hashtag 奥运会上，由于担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来压制批评，运动员的激进主义一直很低调，气候激进主义可能是一个例外。他们的报道接着说，北京的干燥冬季意味着本届奥运会是第一届几乎完全依靠人造雪的奥运会，这一背景加剧了人们对冬奥会未来可能性的担忧。最近的一项研究预测，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没有大幅减少，到本世纪末之前的21个冬奥会场馆中只有一个能够可靠的提供公平和安全的条件。那么网友们怎么看待 AP 的这个报道呢？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有这位网友分享他的观点，奥运会最重要的故事就在这里。还有这位网友分享他的看法，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定，奥运会运动员不许在比赛期间发表政治言论，否则将受到国际奥委会的惩罚，这一规定在世界各地都适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BBC 中文的一条推文，为徐州八孩妈妈发声的严歌苓是中国作家群体中唯一为这位女性发声的作家，她的文章《母亲啊母亲》在墙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最近这篇文章被删除。这几天她和周孝正的一次叙谈让她惹上了大麻烦。 BBC 中文的推文写道，凭什么你要钱？这个人贩子根本就不仅是徐州的人贩子，习近平就是人贩子。对，习近平就是人贩子，严歌苓附和道，并爆了一句粗口。他的名字随即被很多中国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屏蔽，微博提示由于法律法规和政策无法显示结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有这位网友分享他的观点，网络禁言算不算网络暴力？还有这位网友的看法，以后应该就看不到严歌苓作品改编的电影了吧。尽管徐州八孩的事件的传播开始收紧，但最近更多的证据证明了当地政府的几次调查报告充满了漏洞，网友的愤怒正在爆发。有这位网友写道，欣慰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了，还分享了图片。也是看到了彭博社的一条推文，他们的推文写道，中国审查了一封由一所顶尖大学的100名校友签名的信，要求对一名八个孩子的母亲被锁在棚子里的案件进行调查。还看到这位网友发的推文，猖獗的人口贩卖和女奴是可怕的，B
BBC 新闻，一名中国网民创作了一尊被锁链锁住的妇女雕像，她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我们还不知道她的真名。也是看到这位网友发的推文，豆瓣用户主要是女性，以为什么谷爱凌长得不好看和我的男友骗了我，我该怎么办等虚假标题发布了关于被铁链锁住的徐州女子的信息。这是中国网民躲避审查的另一种极有创意又令人难过的方式。在今年最后，我们也是看到这位网友分享了一个视频，并发推文说，湖南岳阳关注徐州铁链女的热心市民走向街头呼吁彻查，